来，要不来介绍吼，这台哦，零三尾车的哦。啊，你尾车的时阵哦，甲底煞是无款哦。首先呢，咱嘛是同款哦，包装哦，伊这个物件哦，哦，先甲伊坐时间。啊，咱即卖哦，先甲这个滤管哦，伊这哦有四个哦螺丝哦，把它通通哦拆掉。然后嘞，哦，咱要过来拆掉，咱要倒去进前哦，咱是先甲这个线先扣好势，然后再倒。啊，你卖说的时阵哦，哎，说螺丝哦，这四个螺丝哦，哦，说头尾安尼时阵哦，咱就哦将哦这两边哦，哦，把它哦，哦，啊，这种可以平均无，哦，两边比较平均。这是尾车哦，啊，这尾车最主要哦，它两边这当然是哦，这是靠这两螺丝在控制。如果你要把锁安尼哦，伊的弹簧比较它比较强，这两个控制哦，啊，那你们来用说。咱今麦过来吼，咱今过来时就是要搭这个前面，啊，咱前面要搭正前吼，咱前面搭正，这最多啊，一个胎啊，啊，它都外胎，外胎伊就回红咯，哦，回红的时阵吼，啊，不要打桩，啊，如果打桩的话，造成啊，你在骑的时候，啊，会喷水，啊，要注意，啊，这它放不下，啊，我们在转的时候，啊，我们在转的时候，啊，这两个螺丝，啊。这两个螺丝的啊、哦，这螺丝的里面有一个安全扣，这个叫安全扣啊、哦。这安全扣的话就是要扣在里面，啊、哦，这有一个洞，啊、哦，要把它扣在里面。然后这个螺丝呢，啊、哦，就把它锁紧。那锁紧呢，啊、哦，你这么个锁安的时阵哦，你啊锁安的时阵哦，第二时阵的话一定离啊偏差啊啊。现在是哦，对外是两边哦，两边是平均哦。啊，那个锁啊，对，啊，锁啊是从这么过来的，这尾车是哦，哦，咱就是哦，按啊啊，是六甲板锁，啊，这是六公里的。啊，你买锁是从那时哦，啊，加进去啊，一个轮圈，啊，一个轮圈哈，咱加进去是等于再加进去轮圈，啊，来打底。这两个刹车皮都已经固定锁紧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？啊，它里面有这里面这个这弹簧这螺丝在控制弹簧的，那里面的啊这个弹簧啊，啊这锁紧，啊锁紧的话，它弹簧它会加强，然后两边的话啊，它都可以的话啊，我们就把这个啊光管啊，下面连个光管啊。放进去，然后我们可以哈，啊，从啊把手啊，来，啊，今麦你看哈，咱你看看哈，你看啊，你动是动平均啊哦，啊，这是啊，这动平衡哦，是靠这个螺丝的控制，啊，啊，这平均啊，啊，平均是咱这个手腕。来看它有温哦，左边哦，右边哦，它里面有显示哈、哦，显示四字哦，回头哦分 R 哦，英文数字回头分 R， 而 R 呢 ，R 是在哦，我们要锁的时候要看 R 的话就是在指纹这边，那它是哦顺时钟。我们就要过来哦，塞锁子工，哎，子工没锁进前呢，一定子工锁啊，哦，这子工锁啊，需要先拍开，哦，然后呢，哦，是，哦，拍开是了，是要那个这个子工锁啊。啊！要插这个地方的时阵呢吼，这个插时阵的时啊，先变一变安全线。这边啊，它的安全线哦，一定要超过哦，它的安全线。好，对，安全线啊，好，好，接下去。哦，一定要吼，可以揪，啊，你啊，掂落去啊，就好。
看其他个人哦，伊个伊坐迄个方向，看伊要爱徛个，还是要平个拢有徛吼。来个人个吼，啊，你要躺个时阵哦，恁个吼，啊，你个徛个坐姿，来坐啊。啊，你坐这两坐姿坐个时阵，你这两坐姿哦，尽量往个坐个方向。你要说两公，说平点钱哦，现在哦，定位叮当啊，还 OK 啊。